Jesus Christ is everything. He's our all in all. 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所有，所有嘅所有，佢系超乎我，超乎一切嘅所有。佢系宇宙嘅万有都系属于佢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咁讲，爱子系嗰个不能看见之神嘅像，系首生，系一切被造嘅意思。因为万有都是靠祂做的，无论是天上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所有东西都是为着祂而做，我们都是按祂心意被做。祂在所有东西之前，祂也都托住万有，万有也都靠祂而立。真的很好，我们能够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耶稣都托住万有。是在这个时刻，好似世界都系开始崩坏破碎，但系我哋却系咧进到更深嘅爱嘅里边，亦都系彼此之间呢一种嘅爱更加加增，让我哋能够彼此嘅鼓励、彼此嘅祷告、支持嗰啲有需要嘅。主系喺我哋嘅灵嘅里边做紧啲好独特嘅嘢，而我哋系好感恩，我哋好感恩可以彼此嘅叫大家为家人，你系佢嘅同在。佢好中意同我哋一齐，我哋都好中意同佢喺一齐，而佢都教紧我哋，话紧俾我哋听，我哋可以点样去到更深。而我哋当我哋更多将佢摆喺中心，我哋去寻求佢嘅面嘅时候，我哋就更多进到佢嘅同在当中，并且一同去敬拜佢，将所有佢得配得嘅荣耀都归翻俾佢，敬拜都归翻俾佢。当我哋更多高举佢，我哋就更近。去同佢嘅心，亦都系彼此之间，我哋更加明白彼此。呢个真系一个好宝贵嘅时刻，主喺度融化紧我哋嘅心，成为一。因为佢嘅梦，佢就要成为成就。呢个就系耶稣喺帕西马利园嘅祷告成就，就系让我哋成为一，好似耶稣同父成为一。主帮助我哋喺爱嘅里边成长，继续嘅。去将佢摆喺宝座嘅上边，佢系我哋嘅主，系我哋嘅救主，系我哋嘅王。耶稣，你成为所有嘢嘅中心。